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傻鹅的农场。抱歉。这个农场就是福傻镇的。农场，嗨，福傻儿，嗨，哎，hello，今天你要在工厂。能做的哦，是啊，顺便吃鸡蛋。我又来看电视了。今天是胡帕的生日哦，我们赶紧去穆婶的农场吧。穆婶不仅烤了好吃的苹果派，而且还为胡帕准备了精彩的生日聚会。哇哦！你好，穆婶，你在干嘛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给胡帕一个惊喜。没问题，发现我了。之前我们都会保持安静的。怎么办？哦，嘘，他来了，准备好了。哦，生日快乐！让我们来唱生日歌吧，越大声越好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 ，Happy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dear Hoop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哦，棒极了！现在你们可以帮胡帕吹蜡烛了。数三下，要尽可能大力的吹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胡帕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对呀、啊，一个大母鸡，我要把它拿去我家。谢谢您。从这里进入，哦，击倒了，会让鸡受伤的。哦。我也要把它带回家。Good. 哎。唱完生日快乐，快乐歌才出去。嗯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dear Hoopa, Happy birthday.哦，忘记了，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。